两万多千包要破洞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America。哇哦！为什么我今天来这边？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像刚刚。大家好，跟你们说一个小秘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对，太尴尬，很害羞的。不管了。可以了，我们家庆他生日。我们在等候花。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有一点像一个智障啊，拿着一个棍在那边讲话讲话。才两万多钱包要破洞了。为什么你说你钱包要破洞了？你这样说，人家全部会觉得你没有存钱了。好吧，因为你的身份，我就破例一次。要提醒你的用餐时间是一个半小时，不能吃太久。哎呦，这恐怖的样子。好吃吗？1 hour later. 我们吃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现在我们去买礼物，买他的生日礼物。Oh my god， 我的钱包要破洞了，真的是要破洞了。我们要去买他生日礼物喽，等下见。这些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啦，所以我就买这些送给他，他选一个他喜欢的。买这些，他就要选他喜欢的玩具，他喜欢的模型。就选这个，没有破。看到眼花缭乱，你看他看到睡觉了，看到眼花缭乱，不然要选哪一个当做生日礼物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礼物呢也是买给他的，在后天就寄来这边。哎，那最后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Erica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来许愿。许张酒的哦，许张酒的哦，小啊，小啊。来吹蜡烛，蜡烛 ，OK， 好吧，吃蛋糕，吃蛋糕。开心吗？今天 ？Three days later。Yo。这就是我送给 Erica 的生日礼物啦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来开箱，是不是很大个啊？你看，可能其他人不会送这个生日礼物给他女朋友，可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子的东西。Yes， 我们就来开箱吧，快来开你的生日礼物。当当当当，祝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。
祝你生日快乐。你这好像唱死人歌这样子。可以。可以。一二三。哎，摇摇摇。哇哦，这就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啦 ，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。哦，还要用剪刀。哦，哇，哇，哎，嗨，这吃力哦，这种礼物。哇哦！哇！就是那个背心，这是他的底，这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头，还有呢就是他的手啦。而且他这个呢，还有两个盾盘，这就是他的那个最有标志性的盾盘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组装吧。更乖了，而且你看他给我们这个，它是粘到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拆掉，要重新粘过。你中一下这个巧人哦，啪下去啊，打一丢啊！嗯，现在你们去啊，可是你不要放了，你不要放了。可是我们已经修复了。哇！解锤来！呀，金蛋，他先按。哦呦！哎呦！我的手吧，呸！哎呦，不是我。我痛。你自己哦。哎呦 ！OK。这个盾盘就放这没有用。来，这个是前面那个手。OK。这么尖尖的东西 ，Oh my god， 哈哈，插到他尖尖了。不是我，你是谁？你还好？那什么来的吗？应该是这边那个尖尖的插到你。那是一根根的线，你要小心哎，可能腰带那些。来，我安装了这个，这样吗？嗯，对，你要这样摇进去的，应该很新。我现在就在摇进去。它进了。进了，进了。现在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它的头，来，我们交给我们的寿星。噔噔噔噔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剑锋哥。盖章。哇哦！哇吼！超帅的。哇吼！这就是他的生日礼物啦，开心了宝贝，开心，还要谢谢我的好闺蜜送我的手表，就交给你了，帮我拿好咯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。 Yes， 如果你们喜欢就记得 like。 Yes， 还有身边的红色button灯就要帮我们按下去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